We all live in a digital world. We all need it to be open and safe. We all want to trust. And to be trusted. We all despise control. And desire freedom. We are all united. Good afternoon. Hello, everybody. I think we have to wait for the other panelists. We have to make the debate richer. 大家好，我们还需要几分钟，要等待其他的参加者，因为还没有所有人连接到。跟我们在一起有Mark Williams 先生，还有 Goran Marby 先生，但是我们还在等待其他的参与者。Then they make a presentation. I will make them slowly. You have Madame Ariette Esterson, we are waiting for, and Madame Kumbutso Chaveni, which is. 跟我们在一起还有代表 IGF 的 Ariette 女士。Renata is still here, is yet. 但是我们还在等待南非的通信和技术的部长 Renata Avila 已经跟我们在一起，跟他我们要进行一个关于教育的交流。还有，现在我们在等待 André Zurep 先生，他是马尔大的教授，他也是马尔大的电子技术的一个大师。还有 Goran Marby 先生，好像他已经跟我们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还在等待 Mario Cimoli 先生，他是联合国拉丁美和加利比海经济委员会的副秘书长，所以现在我们还要等几分钟，然后所有人到了之后，我们再开始我们的交流。我们今天的题目会集中在这个电子经济以及对这个经济的不平等的。的介入，在我们的这个贵宾当中也有一些经济学者，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会主要集中在这个经济。对，好像在现场还有两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在线上看到他们。所以跟我们在一起有 Ariette Esterson 女士，还有 André Zurep 先生。André Zurep 先生他代表马尔大。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还应该有南非的通信部的代表。好的，那如果你们允许，我们可以开始。好像所有人都跟我们在一起。Ariette Esterhuizen, André Zurep, Mario Cimoli, Mark Williams, Goran Marby, 还有 Renata Avila 和 John Frank. I think you can go ahead. There's no one joining us here, so yeah, we should go ahead. Because they sent me the program. Okay. So, hi everybody.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所以我在此想正式欢迎所有的贵宾，还有所有的参与者。
我现在会讲法语，所以我们现在通过翻译进行这个交流。所以我想欢迎所有的参与者。这个会谈会待一个小时，我们会讨论网络治理。但是具体的题目是跟目前的一些情况有关系的。我们在一起有在卡特维兹有两位发言者，第一个是 Annette Esterhuizen 女士，她是南非的。第二个是 André Suarez 先生，他是马耳他的一个教授，他也是从事物理学。所以介绍所有的人之前，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题目。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网络治理的模型，而且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些挑战，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障碍。所以今天我们也会谈这些。我们所有国家最严重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电子经济它是我们目前世界的一个特征。我们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的环境都是数字化的，而且这个生产资源电子化，还有工作电子化，让我们可以说，现在我们在面临第四个工业改革。所以这个工业改革它目前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实，而且其中我们要记得我们在这个电子技术的这个时代当中，在这个连接在一起的世界，很多的工作岗位马上就要被编程，就是通过网络编程，所以谁不会避免这个影响。所以我们都会跟 Internet 在一起生活，而且这个新冠疫情给我们证明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现在我们都必须要适应我们的工作未来大幅度会转移到网络，世界在变化，我们必须要回答一些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过了五年，我过了十年，我们在工作的单位，我们会需要什么样的员工？谁都会感觉到未来这些变化会大，但是，具体是什么，我们都还不知道。所以，现在我想过了一会儿，每个人多一个自我介绍。那这个之前，我还想强调的，我们重要的一个题目。网络的使用能力就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如何允许那些没有使用网络能力的人能够使用，这是第一个。这些政府每个国家的政府都需要就是答应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如何教育我们下一代。因为我们都现在都知道，我们必须要适应，我们都必须要喜欢这个电子技术，因为在我们的孩子所住的这个世界，这个会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事情。
现在在我们的词典当中，这个远程工作还有网络安全这些词语都是基本的，已经变成了一些非常普遍的那些词语。所以现在我们的世界它已经是一个电子化的世界，这并不是涉及到我们专家或者经济学家，这涉及到所有的人。我们在这里有很多领域的专家，其中有经济学家，也有法律学家。所以这个工业大革命爆发当中，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相信工作的未来就是跟这个 Internet 网络密切相关。这个新冠疫情给我们所有的人突出了这个网络的实力，而且同时我们都看到了，如果我们谈电子化，我们不能避免谈平等化，所以说是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必须要让政府各国家的政府将网络提供给所有的老百姓和公民，因为在这里有很多利益有关方，尤其是我们的青年或者大学生员工，所有的自由的公民，他们都非常需要网络，而且他们需要这个透明的信息来源。所以我觉得这些信息科技的所有的利益有关方，他们必须要想出或者成立更好的更美的世界，而且我们必须要从电子化开始。所以实际上我说的太多，所以现在我就想直接介绍我们的贵宾。他们都是经济界还有法律界，我们也有一个教授，还有国际法律专家，以及这个电子化的最重要的一些人。所以我从 Andriette Esther Huysen 女士开始，她是 IGF 的一个代表。所以这是 Andriette Esther Huysen 女士，她是 IGF 的一个就是 MAG 团队的一个主管。所以这个 MAG 团队它是负责这个网络空间安全的这个他负责这个。所以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 Renata Avila 女士，她是线上，她是开放知识基金会的负责人，她主要对电子人权感兴趣，她是一个律师，她专门从事这些人权，所以他工作的他就是主要主张这些通过透明的一些解决方案达成网络民主主义。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 Goran Marbi 先生，他是一刊的负责人，你能听到我们吗？ I'm here. Hello. 他是。Hello, Mr. Goran.
还是线上。Sorry for speaking in French because it's not scheduled for just speaking French. If I knew it, I would prepare my presentation in English. So, 很抱歉，我一直在讲法语，因为我准备的就是用法语准备这个，这个介绍。我希望大家没有介意，但是大家都能用英文发表自己的这个意见。OK， 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戈兰先生在网上跟我们连线，20年都积极的在网络世界跟我们，而且负责了瑞典的这个法律一些通讯方面的规章制度，欢迎您。我们现在还有钟凡正，是是微软公司的副总裁，在布鲁塞尔啊，在布鲁塞布鲁塞尔国这个一个微软的总部的总裁。尤其是在远程工作的一些专家，所有的远程工作的一些软件都是一个最基本的对我们尤其是在互联网的时候说的是它的使用，每一天使用的这个能力。非常高兴我们现在有您和我们在一些连线。现在大家都已经加入了我们的论坛，我们现在有两位在现场，有4位在网上，我们现在就可以进行具体的会谈，请威廉先生，这个数字发展的专家，您是一个分析家专家，在数字世界的专家，您是一个经济学家，20多年的经验，在这个法律法规方面都有很多的经验，所有的牵涉到数字世界的法律法规。现在我们就开始谈我们的核心的问题，我估计我的谈话不会太冗长。我想把我们的背景的讨论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尤其是在数字经济的世界当中，和它的尤其是的包容性，它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有共同，大家可以共同的民主的使用我们的互联网，作为一个很好的工具，让世界在工作和教育方面获得更多的成就。下面我想邀请第一位发言人，Renata 给我们讲，谈一下这些法规上面的一些重要性。我们在互动过程当中，大家都会在网上和大家都有互动。那么我问的问题都是给所有的发言人。自由的使用互联网，这是大家最基本的权利。我的问题是，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今天可以，您是
您是在法律界的数字法律界的一个专家，如何能让任何一个人不会被排除在互联网之外，尤其在现代的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来做，这是一个可能被做到的事情吗？非常感谢。我现在说一些有副教最近的20多年，我们都集中在很大的程度上在包容性，在互联网的使用方面，这都是非常非常泛泛的谈一下。我们不想有任何的强迫制强制性，我们可能忘了一点，我们应该把它的创新性在所有的任何一个使用者它的这个创新的机制上面。那么现在应该是有些世界的数字方面的一些在集中在一小部分人，他们高新科技掌握着这些新的科技，让大家都可以使用，这也是一种这种中央控制的一种使用方法。我们应该把这个模式渐渐的给它解决掉，这样会给我们更多的包容性。这样就是我们应该记住，这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案，能够使我们在几天之内就能解决的。我们要不断的投资，不断的注入，能够使得所有人都有公平的互联网的使用权，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而且呢，能够创造更新的环境。我想我有很大的幸运，我是在南方的一个南半球，大家知道在世界南半球在互联网的使用方面有很多的困难。如果就算有很多的技能，有很多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些互联网的使用的问题，每一天都遇到的问题，就会发现市场现在已经不平衡了，已经有市场上有强大的这个私营企业能够在很有竞争的方法，用很便宜的价格来控制着整个市场。他们会提供一些基建方法，就是可以免费的可以大家使用。那么一些小的这个提供方，他们有很好的方法，但是他们不能在竞争方面能够和这些大企业抗衡，他们就会被放在整个市场上的边缘。我们知道价格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尤其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使用的高新科技，尤其是在这个公共政府方面，当我们看到教育方面，当然我们今天和孩子一起远程教育，给他们能够有个好的教育基础，但是我们这些教学的一些软件都是非常的被动的，让孩子都学习一些知识，而不是让他们学习有批判的思想。这就是孩子能够一天到晚能够看着这个荧屏，并不是利用他们的计算机当作是一种创新的思维方式啊。就算是产生一些项目的话，它也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平台，并没有给所有的人提供发展的方法。我们现在应该开始让孩子能够早期的可以形成自己的文化啊，数字文化、虚拟文化。这个文化有包括它的多样性，它能够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人类追求自己更好的服务，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非常抱歉，每个人只能2分钟的时间，所以
今天我们现在我非常感谢您的你的一些建议。我已经注意到，确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下面这个问题，我现在邀请下面一位发言者。我自己觉得技术它变成了我们的经济和日常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我们所使用的这个技术它是否在反映我们的社会和我们自己的价值观。那肯定政府作为立法的单位，他们必须要确保这个技术正确的反映我们社会的价值。但是我们同时要记得，这些新技术的这个范围它不断在扩展，所以现在我们要考虑到非常多因素。现在我们的世界经济GDP 是我们世界的 GDP 增长率达到5%，但是这个网络的这个经济的增长率有10%，所以这个 GDP 的增长率是非常大的，对世界的整个经济有非常大的影响。一个重要的事情是，经济的所有行业他们都被影响到，不管是农业、科学、教育，他们都受到这个新兴技术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一致问一个问题，这个电子化转型或者那个 AI 的一些机制，他们是否反映我们的这个价值。我们对就是这个新科技和新技术的使用是否让我们感觉的舒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考虑政府的一些规定，因为政府的一些规定能够帮我们对这个过程进行更好的监督。所以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在这个技术合作计划当中他已经提到了，所以我只要重复，我们必须要将尽量最多人数连接到网络，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要监督这个电子化转型过程它是否以人为主，因为我们必须要把以人为主，就是这个东西看为一个重要的原则。同时我们必须要一直想这个基础设施是否足够的，我们这方面的教育是否是足够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更为宽的框架，每个国家的政府他们必须要保证他们的这个从资金的角度有足够的规定，我们这些资金的拨资金的这个问题也是解决好的。谢谢。那非常感谢。那你觉得这个连就是网络使用应该是一个人权，但是现在不是所有人能够享受的一个人权，因为我们的网络的供应是不足够的。那现在我想请Renata女士，因为你是这个 IGF 的代表，所以我想问你一样的问题。那通过什么方式我们在现场我们如何能够
将这个网络使用更为民主，如何能够跟所有的人提供这个网络使用能力，如何我们现在有每个人两分钟的发言，所以我想问，我们如何能够确保任何人都不能被排除在外？我们如何将这个改革变成一个包容的改革，而且不会造成一些人被排除在外？我们如何让那些网络的工具更为包容？非常感谢，我的名字叫做 Onliet。刚才主持人说的，我的名字我叫 Onliet。我想说的是下面一些事情，我们不可能包容性能够解决排除网络排除的问题。我们要知道世界是不平衡的、不平等的。我们这种不平等是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平等的。我们有很多的非包容性能够感觉到，比方说性别上面还有其他的背景上面的这种不平衡，我们不可能几天之内就改变。我们应该记住作用，政府的政策的决定性需要的是使得可能，而不是要监管。那么我们希望能够使得事情更加容易、更加的方便，而不是说我们只是我们作为政府机构来调节来。那么说到我们的网络治理，这就是我的感觉，大的网络公司并不是整个网络，他们不是整个网络。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应该推动新的法治法令，应该使得竞争更加容易，并不是同样的和过多的政策干预相等。网络是以我们大家共同的财富，在这方面需要我们来认真的对待，这是我要强调的。这是全球的互联网的一个社会，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歧视和排除。我们应该记住，首先应该记住的是这个非常感谢刚才的您的意见。如果我们提到法令法规的监管，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应该有共同的想法。经常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我们重新要定义什么是互联网，数据是如何流通的，在用户当中，我们怎样保护这些数据，保护这些数据不能够被错误使用。那么我们在全球化的基础下，尤其在疫情下，我们注意到，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我们已经是在全球化后的这么一个过程。市场经济不允许大家，我们注意到不允许我们分割，能够公平的分割我们的网络连接。我们还知道有一些国家还有很多的贫困，而且妇女和男人方面有性别的歧视，而且呢不可能有一个平衡的发展，还有遇到各个方面方式的不平等。下面我们要做说到法律法规的方面问题的话，我想请威林，就是世界银行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意见，是
您说你同意我的看法吗？我们是在全球后全球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我们的这个教育和问题方面的分享？So if you can just, when you're speaking in French, just to slow down a little bit. Thanks. So my question, est adressée à Monsieur Martignan. Je ne sais pas, je vais aller tout doucement pour que je suis d'avril. 所以现在我想问 Mark Williams 先生，那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考虑到我们的这个政策？那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全球化之后的一个的这个时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市场经济也有一些限制，所以我们看到了在这些结构性的不平等现象，让这个教育和经济受到了重要的影响。那现在想问这个 Williams 先生，他对这个的看法是什么？ So, 这个结构平等性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后，我们看到它多么严重。所以我想从两个角度就是分析这个问题。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疫情让我们看到这个数字服务他们是多么重要的，这个谁都知道，这个不管是工作还是教育的，这个都重要的。但是从第二个方向，第二个方面，我可以说，我们就看到了一些新的排除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为包容网络而斗争。这从我们世界银行角度来看，这就是这样子。我们把网络看为一个可以说像生态环境一样的一个体系，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一开始就是做好正确的基础，就是说基础设施还有正确的工具，还有对那些最发达的技术服务的这个接入就是使用能力。除了这个之外，这个电子的身份证这件事情也比较重要，还有这些国家行政服务的这个电子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总体来说，我们必须要讲究这个综合的生态环境。那接下来我们想考虑这个一些法律的一些方面，有可能高丹先生他想在这一方面做一个介绍，或者高丹先生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呢？ Two minutes. That's a challenge.我现在有两分钟，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一，我想说的非常感谢波兰政府，表示感谢。所以尽管有这么多的困难，在组织这一次16届2021的 IGF， 但是非常成功的组织了这次论坛，我非常的感谢。尤其是在组织本届的这个论坛，事实上我就想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说到地狱的路都是好的建议组成的，那么我是代表的技术方面的一些人员，这些人员可以让大家能够让互联网正常运行。最近的25年当中，我们
非常辛勤的工作，能够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使用互联网。你们大家听不到我们的工作情况，我们一直不是在前台，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当大家开始和互联网连接的时候，这就会产生一个和我们技术接触的一个会面。我们是我们是互联网的提供者，我们是看不见的。如要这使得这些可能发生，我们必须有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就是让互联网能够正常运行。我们可以提供互联网，不需要具体的法令法规，不需要一些监管，我们就是站在技术方面能保证互联网的运行。在最近的几年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很多的负面的能量，使我们使大家对网络的负面的反应。我想说的是，我有一天我突然的反省过来，在2016年的时候，我知道一下子反省了那些优点，互联网的优点，突然的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些负面的消息。我们说到我们需要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尤其是来规定法律法规方面的一些方案。但是我还是比较担心过度的法律调节和监管。我想的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些事物应该向一个方向去发展，这个方向就是能够分清互联网提供商和在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说和数字信息需要一定的监管。当大家进入数字平台的时候，互联网平台的时候，大家就和一个计算机或者机组开始连接，尤其也可能是在云技术当中一个连接。大家可以想象，云技术可能是一个停车库，里边有不同不样的汽车在停放在那里。那么我们的互联网就是可以和全世界的不同的库云网络啊云库等数据库当中进行连接。那么要使得这些很好的运作的话，那么我们需要一些新的法令法规。那么新的法令法规就需要是对所有的，就像民主一样，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关注我们的互联网，关注它如何使用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好好的利用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大的一个好处，就像民主一样，我们需要好好的利用。非常感谢，我们非常高兴这个，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的利用民主和实施民主的话，那么我们的系统可能会翻车。那么我们想希望所有人都应该有共同的互联网的使用和民主开放的权利。那么我们现在还离的我们的目标还非常的遥远。现在我想请马耳他的安德烈给他发言。我想问的问题是关于这些挑战，我们可以利用新的法令法规来解决的一些挑战。通过新的规定，我们如何能够对网络进行治理？所以，我们如何能够落实这个对话的一些结论？非常感谢。今天的这个对话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别人所发言的这些意见也是很有趣。
所以实际上我想说的内容，其他的人已经表示，尤其是 Henriette， 他说了，但是我再次重复这一点。昨天在另一个这个论坛，我说了我自己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是一个企业家，所以我简单的可以说，我不知道怎么对应这些挑战。但是我试一下，对信息和知识的平等的使用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百分之百。我觉得这是可能达成的一个目标，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不管是什么作品还是科学，我们必须要给所有的人提供公平的这个介入。所以这些新的规定能帮我们往正确的方向发展。不知道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欧盟的这个层次落实到这个，尤其是如何我们能够落实那些超安全的一些联系系统，尤其是在这个欧盟之内。有人说这是过度的这个保护主义，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欧洲的公司为了适应这个新的状态，他们必须要成为更创新的公司。当然我不同意过度的这些规定，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正确的落实那些规定，那这个会造福我们欧盟的所有的老百姓。Andreas， 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从这个规定角度来看，这样的规定就是允许那些小公司正确的供应，比如说在墨西哥这些当地就是地方政府，他们为当地的小企业就是建造一些基础设施，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要过度的规定，但是以正确的方式做出一些规定是正确的。非常感谢。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快要结论。那为什么我今天多次提到了这个全球化后的一个经济？那我听到了今天的这些发言之后，我觉得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看法，就是网络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一个看法。我们都同意网络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地方，所有人都能够使用的一个工具，而且它不能成为一个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够使用的一个工具。我今天我们也听到了这个网络使用能力的问题，它不只是这个知识接入的问题。这是苏埃勒普先生提到了这一点，而且我们都听很多次都提到了，这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网络的规定。那从我角度来看，有一个结论，这些推广新冠疫情的这个疫苗的这个推广活动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电子改革是多么重要的，因为在这个地区层次来看，这个电子改革允许我们使用这些疫苗。但是如果一个人他不能使用网络，他不知道怎么使用网络，那他连疫苗
都收不到，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收到这样的疫苗。所以我的问题是这样子，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就是这个电子空间的规定，那我们是否能够利用，而且就是利用这个网络并享受它的所带来的这些优势。所以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让这个技术以直接方式影响我们的企业的有效率。所以最终我想给大家再次发言的机会，谢谢。我想我们谈到这次论坛上有关于那个公共基金获得这些公共基金的话，可以创造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对那些有给妇女，给他们在当地的区域地区，可以给他们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能够促进他们的创新的发展，能够加入整个的社会群体，这也是一个对当地的这个教育平台也是一个好的机会，可以为所有人都可以能够获得利益，那么使得这些能够正常的平衡的工作。那么对于你来说，威廉是如何利用这个法律法规来调节的？我们知道整个数字革命当中，在世界正在进行当中，尤其是引起了这个法律监管方面的一个发展。在这方面，刚才我的发言人高兰提到的这个基建发展和这些数字基建数字提供者可以有更好的法律法规能够来调节，这些调节呢能够使他们继续在这方面进行发展，而且保证整个竞争能够非常的公平。我们说到市场的调节，刚才昂涅德波说到的存在不同的工具可以政府来使用，就是公共的事业单位应该更加关心这方面的发展。弗兰克先生，您是怎么想的？是政府需要更加的投入到监管方面吗？我非常简单的说几句，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是网络的管理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项目，整个过程当中必须要有不同的利益方，不光是在政府层面或者是公共事业单位，在很大的程度上亦是各个方面的私人企业和各个私人当中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我们应该保证所有方面的参与者都能够积极的投入，比方说像这次我们的论坛峰会，让我们都能够互相交流我们的经验，我们可以听到私有企业政府企业和一些公民社团提出自己的想法，我们来决定将来我们的互联网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就像刚刚说的，那么最后我们说的私人企业的方面，他们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知道好的方法是一个公司合营的方法，公共参与的方法。那么你认为这种方法可以刚才我问的问题是弗兰克提到非常重要的是在互相合作的，就是在私有企业和这个和政府方面的一个合作。那么您是怎么想的？你有什么建议？我想需要在这方面
可以仔细的看一下整个互联网是怎么运作的。我们想象到在欧洲，决定要建立一个互联网的一些基建。那么欧洲人认为他们可以是独立的，他们可以在自己的范围当中建立一个独立的互联网。我们应该想到这是一个基建，适合所有的世界上的很多机构都是连接的，而且这是没有边界的。那么有富人穷人，大家会有同样的一个公平的一个互联网的利用和使用。那么我们谈到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必须要关于这些负面的一些情绪，比方说一些暴力事件、歧视或者是隐私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法律法规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够去调节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法律或者是运作的机制，比方说让所有的人能够通过互联网能够互相关联，这些变革的话就是太多了啊，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的严管。我们希望互联网让大家都能够使用，而且在同样的情况下使用。那么我们需要保护这样的一些规则。那么有些潜力给我们提供的法律法律上面的是有用的。我们也知道互联网可以说是在技术方面是成功的。那么很多人不论你使用什么语言都可以进入互联网。那么需要正确的使用互联网，那么就需要各个方面从不同的方面都能够让全世界的人共同的投入到建立互联网的一个结构，使它能够安全，能够成为大家互相合作的一个基础，稳定的使得所有人能够利用各自的资源。只有这种方法我们才能获得成功。非常感谢。那现在我觉得我们在现场的那些两位可以发言。所以说今天我们多次听到了，如果没有网络也不会有民主。那也有人说，如果我们谈这个全球的经济，那网络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那最终我想请阿丽叶女士，你觉得什么样的治理方式我们想要落实？我们如何能够重新决定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工作？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自由经济的网络角色是那么重要的，那如何我们能够重新界定我们公民之间的这个所谓社会的契约和社会的合同？我们如何能够想出更为平等的社会，更为包容的社会？我们如何能够让这个新的技术更普及，或者让他们不能被限制到最有钱的国家或者钱的一个工具？而且什么公司要来决定这个民主主义的新的模式？而且这个模式是否实在是民主？如果他把人类分为贫穷和有钱的人，但是请你简单的说，因为我们时间是差不多到了。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个多方的一个态度。我们非常要讲究这些正确规定的就是这个立法过程。人权
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立法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更大幅度考虑到人权。我们必须要从目前现有的一些规定学习，但是从这些目前有的这些解决方案，我们要开始，但是一直改善他们。这就是我们的这个IGF 的一个角色，因为在这个 IGF 论坛上，我们可以进行对话，并通过这个方式摸索未来。实际上我们也没有时间了，但是我最终只想说一句话，因为 John 提到了地方的一些规定。那有可能会对网络的发展有一些阻碍的这个结果。但是我认为，如果没有任何规定，那这个也是有害的一个现象，因为有些平台他们可以发展到非常大的规模，这个让这样子这个市场被垄断，而且那些其他的这个公司被排除在外，所以我们必须要找一些方式，让那些大的公司能够就是跟小公司一起存在。这样子谁都应该有这个发言权，不管是用户、企业家、什么民间机构，谁应该有发言权。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规定，但是过度的规定是当然是不好的。非常感谢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只剩下一分钟，所以非常抱歉，因为有可能我的这个法语的一些发言没有被完全理解，但是我们要再次强调，如果没有网络，没有民主主义，如果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网络，所以过度的这个规定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会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规定我们这个网络空间，这样子我们可以实现更为包容的一个世界，而且我们都会住在一个实在的民主主义国家。所以我再次想借这个机会向所有的参与者表示谢意，非常感谢你们的参与，而且祝你们的其他的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谢谢。